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功心病理，七情六淫七病情，等过完善中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宏健康万谈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、沈坤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病床、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今仔日最有毒、心情未轻松。不顺数的朋友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。人讲见一事长一智，先生贤士自然福。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的这个参考，更请注意先进动作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论坛，阿恁这在座网友观众，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！真欢喜又搁加到咱这个阿宏健康论坛这个节目。咱这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到拜五下晡时四点开始，到六点。那么有缘有我李老师阿宏沈坤。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湾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今日吼每天一味药，高到换一招来。咱来讲这味中药，病好。那么这个病好，我相信讲大家拢知影啦，吼，避符吼。那么避符，在咱中药也这个名叫做修姜，修姜。那么在明代李时珍在咱这个《本草纲目》伊内面，称伊这个修姜或者病姜、病火，吼，啊，甲这个泻符，吼，那么修姜伊吼足够啊。足够的孙安尼啊，抓这个
这个火神啊，哦，蠓啊，所以伊这个名号做火，哦，啊，伊伫壁，一抹壁哩，哦，所以号做壁火，但是药名号做修姜。那么关于咱这个壁火伊的这个毒性。啊，阁有一段即个算讲传说对。那么根据较早古书记载，那么修姜伊是极阴啊，极阴啊，阴你就知影哦。那么伊吼，伊足爱水。那么那拄着水吼。啊，伊就想要啊来交落去，吼，所以伊这个精有毒，吼，伊这个壁虎的这个精有毒。那么人吼，啊，若是会算安尼啊，食落去吼，是会变迄个啥物，变人水哦。当然，较早伫咧讲诶，比较伫有较夸大，吼，有较夸大，因为较早也无也无像即马客啊遐发达，讲会当用盐啊，较早哪有迄个盐，哪有迄个仪器通用盐啊，嘛毋知影讲有迄种仪器，吼，对毋对？因为较早未嘛还未发明即种诶。那么，纪晓岁，诶，即个算讲。我比草堂笔记伊内面都即种个即个记载，伊讲个是哪呢？根据传说啦，吼，归传说啦。伊讲个是哪呢？拄则咱直讲，迄就是传说吼。无人去，已经无法度人去考证，吼。但是壁虎确确实实有毒。那么民间流传壁虎，伊个即个尿真毒。那是哦，目睭哦，去擘着吼会青明啊。也那是，你去啊目睭，哎不，迄落耳啊吼，耳啊都会臭耳啊。那么滴着人个身躯哦，就会引起会烂。那么吃了这个壁虎、壁虎、白鸡的这个物件哦，就会中毒死亡。那么因为安尼是古早的时阵就将列入这个五毒之一的，啊，那么伊这个壁虎的这个尿。哦、如果那接触到这个皮肤，需要爱赶紧的就甲洗好清气。哦，也那无，经过皮肤吸收了后，轻的皮肤组织就会红肿安尼，过来水肿，吼、哦，啊过来出血。那么这个皮肤会死的吼。哦坏死，啊！家的孙阿娘，这个肉肌层中的孙阿，的这个皮球，吼、哦，有完会死，吼、哦。所以当的孙阿娘会损伤到这个脑神经系统，引起的孙阿娘，这个。这个骨刺之髓，伊这个严重不良的这个改变，呼吸麻痹，甚至导致个呼吸衰竭啊来死。因此哦，对这种的这个毒性哦，袂使置之度外就对了。那么壁虎是壁虎科动物，哦。
这个无破变好，或者是讲其他有几种变好，伊的这个全体辛苦就对了，哦。那么每年热人秋天会当裂，吼会当裂。啊，因为寒人伊拢走入去坑啊，走入去洞诶边，无啊裂无，吼。啊，毋是全部无啦，免不了几只，对不对？因为惊寒，吼拢去避诶。那么，一当伫个暗时啊，用个灯火，吼，啊来点，因为伊若看到火哦，啊就点点哩，啊来个点，吼。那么了了后，用个竹啊竹片哦，啊个卷个头诶，八，吼，八刀啊，安尼个卷过，吼。将着尾啊，用个锁啊固定。在竹片顶头了，然后用个文火，啊，落去烘个蛋，哦。那么再来加工，哦。那么应该注意的就是讲哦，卖好卖溜吼，捡蛋哩，尽量紧，哦。那么，伊这个壁虎性是寒、味咸、有小毒，伊含有这个两白质、麻黄毒这种的这个有毒的这个物质，伊叫做组织胺，吼，的这个物质，啊，加维生素，就是维生素 F 等等这个成分哦。有气风、活络、散结、定惊、解毒，伊这个功效。那么，这个壁虎用在中风瘫痪啊，哦，也是讲内杂风痛啦，哦，啊个风痰惊。这个惊寒，就是啊。就是这个阳性的啦，阳性的这个。那么落日，恶臭，骨髓炎，淋巴结，结核，等等这些症头，在咱这个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壁虎除了中风瘫痪，脚手袂举，吼袂举悬，或者是讲的孙阿娘。内杂风痛，伊叫做风惊惊寒，哦，囡仔感觉，哦，脑塞、肺结，哦，精等等者，哦。那么现代研究，哦，伊的这个发觉讲，这个壁虎水溶液。对咱这个人，吼、哦，伊这个肝癌细胞，伊这个呼吸有明显，伊这个抑制作用。所以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，吼、哦、，F， 伊这个一定的这个抗癌活性，吼、哦。那么用这个治疗食道癌、肠癌、原发性的这个肝癌。气癌、等等者，拢有一定的这个效果。啊，那讲到这哦，讲食这个肾红啊，阮爸爸是讲肾红啊，壁虎，但都是咧要爱，都是咧干。啊，那要互谁讲？哎，无稽之谈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中医都实在这个。摕这个肾囊啊、壁虎，伊的这个迄落，啊，落去甲这个检验内面的这个成分，咱拄好讲过啊。伊这确确实实会当控，确确实实会当控。
这在大陆哦，中医师咧用的哦，用癌症用介侪啦，牙肝啦，啊个蛇类的啦，吼，伊这蛇类几啊种蛇，吼，啊，这个牙肝姜子啦，吼，就是这个蟾蜍啦，这拢有在治疗这个癌症，有在落药啊，包括咱即马在讲这个白虎。那么同时，甲其他的这个药啊、中药啊来配合，会当治疗啥神经衰弱。那么用药了后，患者伊的这个睡眠有明显的这个改善啊，那么食欲嘛增加，啊，若用伫个吼，即个骨头断裂即个病人吼，也当促进伊即个骨头吼，即个什么啊？就是咱即个讲骨髓吼，啊不，迄个骨浆啦，骨浆，吼，也即个成长。那么对胃十二指肠溃疡伊即个病人吼，有减轻。痛疼，那么对气，这个什么气结核啊、气病啊、肺结核这些，哦，啊，到下孙阿娘淋巴结核，哦，皮肤病、目睭病，等等这，嘛有一定的这个疗效啦。哦，这是咱今日这个每天一味药。高到换一招，咱就讲到这。对啦，我阁补充一个吼，要用这个壁虎，拢爱行会打筋骨啦，吼，拢爱用筋骨，吼。但是会当用个怎袂下，普通吼筋骨效果较好，筋骨效果较好。但是这爱注意啦，那是。病后吼，肺虚气弱的这，那么唔是关系这个风痰风毒所引起的，这爱注意，来注意用吼。啊，那无爱请教中医师咧。啊，莫阁讲中医师吼，在咱台湾的这个中医师要用这个壁虎，我看有诶嘛未晓用，真正有诶嘛未晓用。吼，因为哪讲无用着，即大陆的中医师贯穿拢咧用遮牙肝啦，吼，伊也是安尼啊，蛇类的啦，吼，啊甲咱即马第一讲的即个壁虎啦、姜子啦、蟾蜍啦，即在大陆癌症的应该侪，应该侪吼。好嘞，咱。一天一味药，高到换一招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其他的机会，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，继续时间，好，拜拜。Wow.